不是又酸又菜又爱玩，酸菜鱼是又酸又菜又多余。 哎，怎么 A 那么远啊？扣一下，不要让他 A 到啊！这波让他 A， 我们耗血就亏了。扣一下。 A 一下，这个兵我不吃了。眼儿的话不太需要插，先破盾走。 这不能让他 A 兵了啊！一上来抠一下，W 留住 A 一走，想卡兵线那不可能，抠一下，这腰子已经不是那么很好杀了。 来，直接晕住 ，A Q E 走。我们药还没吃呢啊，现在先去插个眼儿的，省得这扎克飞我们。Q 一下，我直接一 Q 回血，那扎克没来，我们就塔下压着腰着吧。Q 一下，如果这波他不回家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击杀。 交传送了，我估计。走吧，交传送，我们也回家。真是挺难杀呀。不过我们压了他一半刀，还行。先来一个875，出门。 而且这个玩意儿了吧，他传送交了，他没有大招，他一点用也没有。现在，只能继续被我们压。我晕。 你一个兵也别补啊 ！A Q， 一上来 W 住一走，吃个药。 攒个红路 Q A， 开大招，先杀扎克 W 晕住 A E回来一个红路 Q 平 A， 插个眼再 A 一下双杀
扎克下面我看到他没有被动啊，所以我们先杀扎克，那腰子有剑阵不杀他。我没放技能，他俩敢上来杀我。炮车没了，你拿了两个人头吗？这不是，还得是这鳄鱼。要是个猴打这俩英雄，也能双杀这一波。只不过猴不一定能不能扛得住，没有多少回血，腰着六了。看住他啊，扎克挺能抓呀，还抓呢。A 接红怒晕，平 A，A 接 Q。攒个两管怒，这波塔下杀的。直接开 R， 爬不溜住一，不行了，红怒 Q 一回来，提亚马特，怎么剑阵好了呀？而且我刚才一开始 W 闪现 W A 接 Q， 一开始我 W 摁了，为啥没晕他呀？因为啥呀？我这 W 都摁出来了，为啥没晕呢？不是隔挡了啊，不是隔挡了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是 W 在手里没放，不往出放。腰子有大，死哥要红已经没什么用了。真是，你要红干啥？你又不恩人，红 buff 有什么用？还跟我 A， 真是不长记性啊！不好杀呀，有剑阵呢，挺难杀的。跟我来，来上来，上来把峡谷先锋放了，快放峡谷，放峡谷。
你放峡谷给他撞了，这俩人搁塔下不全死了吗？你不会塔后放吗？刚才，哎呀，真他妈傻逼！猪一样，跟个猪一样。我还不知道战斗中不能放吗？那他一开始抠人干嘛呀？你说？他不抠人，他能进战斗吗？你滚蛋吧，你自己杀他吧，我不去。红还要红，你这个样子吧。来个蟹手。这就属于智力不行的死哥，明显的就是智力低下，智商不够。闪现，好闪。确实不应该生气的哈，但你说我能双杀的，他把我俩人头放跑了，你说我应不应该生气？你说搁谁谁不气？是不应该生气？这波生气没毛病吧？有毛病没？他也不是傻子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要是真是个傻子，咱也就算了。你跟我打，随时来就算了，打小龙去吧，一个我也不给你，回家。小龙。给你晕一下啊！这不能上了啊！好意。没有大呀，我有大还行，这边没大招，没大招算了吧。
有的人吧，老说说，哎呀，你打低段位还要求别人啊，有那么厉害的水平？你说咱塔后放一个峡谷先锋，这需要多高的水平？你说连你都能知道这种操作，别人能不知道吗？你说连你都能知道，连你这个熊样的都能知道，你说别人能不知道吗？我又不是让你给英雄玩的多好多么的好，哎，你给哪个英雄玩的特别好，操作特别牛逼，我就让你在塔后放个峡谷先锋，这要求高吗？我觉得这要求不高吧。可以了，没事儿。我那这是，我一把都没死过，你们要投降，跟我杀。跟我杀锤石了。完事儿了呗，打峡谷。你就跟我团随便打。只要我不死，游戏就结束。给我打，打峡谷，打完峡谷推中塔，推完中塔打团，打完团以后对面团灭，团灭以后打大龙，游戏结束，就这么点玩了。真是牛皮，要打死我啊！哎呦我九九九，哎呀这波有点飘了，九九九有点疼啊，但是他交闪现了对不对？ AD 是不是交闪现了？大招开不出来，技能打到身上了，大招是开不来的，这大有毒条。给我杀了，减速可以，队友呢？啊，队友呢？后边一个打四个，那队友呢？小龙。小龙快拿，对面两条龙了，我们挡一下啊，千万别让他把小龙抢了，小龙抢他亏死了。跟我团，团中红给我，下波我们1000块钱的 AD 死了。
这 ADC 下面必死，我有闪现，他没有闪现。是不是打大龙了啊？还好还好，把他杀了，这妖子，这妖子给他杀了，带线都带到这里来了，不把他杀了？搁这草丛里边呢？嗯，好了，中团。吸血鬼破四层美甲窃魂卷，我都不带理他的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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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团，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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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人人人人给我往里冲。可以 AD 死了。你们喜欢杀我啊，是吧？喜欢集火我来。我刚没有怒，一开始下去的时候，那 ADC 没秒掉。黑切振奋，就 OK 了。先来黑切吧，先出个黑切。马上十六级了，我们就有700点最大生命值了，我们的大招。吸血鬼也挺能跑啊，你跑得过我啊？啊？靠！这 ADC 我追他，啊，死了，挺好。这么能跑的吸血鬼，你今天跑不了，你今天指定走不了。嗯，我以我的人格不担保你今天应该是跑了。他怎么跑的这么快呀？走，别勾着你啊，他勾我没事，才别把你勾住了，你没有印性。差300块钱啊，我也没东西除啊，不回家。没事啊，这维克托应该是死不了。这挺害人的，这辅助啊！哎，我操，完了，给我下当了。给了吧，不要了这。本来这波小龙团对面还得团灭一波，你家没集合，人有点少。等我打团啊，
差一百块钱。也没事，维克托也起来了，维克托 ADC 也起来了，那波大龙那波大龙打下来以后他们经济就起来了，都我们差一百块钱，他们也不是傻子，有装备也都会很厉害的。回家出黑切，我已经一分钟没升过级了，我有一分钟的时间没有升过级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我们没有提升，那没有提升，不进则退。干嘛呀？技能全交也不知道干啥，大龙吧。大龙啊，不用管他吸血鬼，但是技能全撇我身上，一个人有什么用？让他撇了，腰子大也没了。这边等一下我大招吧，要不我这大很重要啊。盯啊死哥，可以 ADC 先死了。吸血鬼死没死啊？吸血鬼没死啊，吸血鬼不死不行啊。可以，正好扎克这个泥巴让我那啥一下，真能跑啊。真能跑啊。他咋这么能跑，真能跑啊。真能跑，跑！你大爷的，打大龙去，走！打龙啊，害追！刚才我跟他们俩打不了。这个位置我冲上去，我们家队友跟不上，不能这么冲啊。小龙得要啊，把蟹先打了。没事，他勾我就一秒没用。这波我们先晕这吸血鬼啊！你们这波团战给你打的，哇 Q 一下，
一杀死哥，这波 AUE 给你打的呀，这对面先把这个打了，这吸血鬼又没死啊。这吸血鬼怎么老不死呢？俺们几个打的龙是不费点劲呢？我觉得费点劲呢。先杀扎克，跳弹，红路扣回血，白打。哎，这边扎克来太快了，这也没办法，这刚才也不可能不打，没关系。他们一波不了，我在家没事。妈的，继续。聚聚，ADC 把我们给打死了。哎，这 ADC 虚区有点高啊。